请欣赏相声《窃洗澡》，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什么呀？大伙儿都是来听相声的，对，都喜欢相声。我也是来听相声的。您也喜欢相声？不许啊！没有没有，喜欢相声我们愿意。哎，是这样。嗯嗯，我可爱听你们这行子了。这行子呀，好东西啊！啊，倒是。横击丑恶，对，祸祥正气。您去数的是怎么着？啊，祸祥正气吗？您那报纸上都写着祸祥正气吗？没有。叫什么呀？弘扬正气。弘扬？对，弘美羊肉。你扣着十呢是怎么着？我爱听相声。那好啊，你管着吗你？没，我不管您，我就好听这个。那我们好。我昨天做梦还梦见说相声呢。做梦都能梦见相声演员？一个大汽车哦，拉了一车说相声。您都认识啊？开车的叫侯宝林大师啊。副驾驶是马三立。哎呦，后边坐着一车说相声的。是啊，不是那个高人呐。谁呀？吴向臣。哟，郭全宝。嚯，郭荣启。哎呀，这都老先生。常宝坤。嗯。牛振华。罗桑。吴彪。我看看有于谦吗？车里头不会有我，我这挨着个的走，怎么样？没有，对，没有，没有于谦。哎，一车死鬼怎么能有我呢？奇了怪了。别看开车侯宝林说的啊，于谦快点去啊，推车呢。合着我在最后头呢，你推着他们走的，不怎么样，又怎么样？可见我爱相声啊！啊，那您梦见都梦见相声？到北京城来，那听相声，我打心里我痛快。好啊，多说点，多我们是给的不少，啊、多说是说完了返程，翻22个你。我们倒曾经翻过啊，流氓的力气嘛，你们我们是卖力气啊。好，我不是你们本地的啊，我是在咱们那儿混不下去的，在您那儿混不下去了，我惹了祸了，我跑出来的，我还不能说我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强。您既然秃噜到这儿了，就说说吧，不碍事。我说了吗？说。您都是爱听，您说一说。这个事儿说来话长啊。因为什么呀？咱们那个村子里边啊，有一个特别行政长官。您村里还住一特别行政长官？对。谁呀？咱们村长。对。嗨，您就别吹大气了。了不得，执掌省啥大权？那也是村长啊。了不得。怎么了不得？脾气大呀。脾气大。脾气大。怎么看出来？呵。给你举个例子吧，您说一说。有小孩蹲在地上拉屎，哦，村长看见急了，怎么喊那个狗过来吃？哦，喊三声狗不来，自个儿趴那吃了。啊，这脾气太大了吧？这个性如烈火呀！哦，性如烈火，脾气大没什么好处。嗯，咱们都怕，是都怕。嗯啊，我那天村子里面村长带着几个。副主任，嗯，正谈工作呢。哦，啊，8万啊，一条，
您这谈什么工作呢？这是还麻将工作呢？哎，对，就说玩麻将就行了啊，正玩着呢。啊，我一看咱们村长那个汗都下来了，出汗。他有个毛病，怎么？一年四季这个衬衣这个扣啊，不解开，那是热的。我一看出汗了，我给他解开吧。你解？啊，你热了啊，坏了，怎么了？俺热了，坏了。这有什么的呀？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解开吗？怎么回事？他那个脖子上有块癣。哦，不好看，怕人瞧见，就怕人家看见啊！我给解开呀，解开，要了亲命了。那也不算什么嘛，还会保护我的，是吗？怎么办呢？嗯，我想起来了，我们家祖传有一种膏药，哦，沾上之后就没了。那好，给他治好了，但是不能去根儿。怎么？要转移。怎么转移？那这儿接下来俩贴脸上，这儿没了，长脸上了。哦，还得转移到别处去。我说我给你搁在胳膊上吧。好啊，用袖子盖着，看不见。转过来这儿没有了，我乐的，高兴了吗？鼻涕泡都出来了。村长什么德行啊？过两天穿短袖的，嗯，又露出来了。哎，你还看见了？我给你搁腿上吧，大腿，大腿上。好。啊，过两天他说出去要踢球去。哦，我这看见了。他穿短裤吗？给他转到屁股蛋子上面。啊，这儿就看不见了。那又惹祸了，又惹祸了。你看，有一天晚上咱们村出事了。怎么？咱们那个妇女主任啊，晚上出去玩牌去，嗯，回来晚上遇见流氓了。哟，村子洞口那儿蹭一下子出来一个流氓。哦，俩人撕上一块了。嗯，在漆黑的一个晚上啊，妇女主任遇见了流氓，是经过激烈的反抗，嗯，流氓被打个精光。对，这怎么那么乱呢？这事儿，我们那个主任呢，他不饶人的那个妇女主任啊啊，你想跑，你门儿也没有啊！哎，哎，这不行，这，哎，开开去，见义勇为，知道吗？什么见义勇为呀？啊！以后您就说俩流氓碰一块儿了就行了，知道吗？不许你侮辱他，没听说过。还要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太好了，让流氓抬不起头来。是啊，把流氓吓得啊，转身就跑啊。流氓跑了，我看见脸，光看见屁股上有块癣。全村人都传呢，说那个流氓是村长。哦，你看看，这不惹了祸了吗？啊！妇女主任那个老头子不干呢，不干啊！把村长叫到家里去，哦，要商量这个事儿。这还商量什么呀？一不打你，二不骂你，怎么办？你这样，我这有三斤炒黄豆啊，你把它都吃了，你就揍你的。吃炒黄豆？哎呀，村长来是不叫事儿啊！是啊，那屎都吃那么些个了。哎，对，对。一着急，他不是三斤都吃了，吃吧？要喝了一肚子凉水。哦，又打屋里往外一走啊，啊，不是跟着一个古乐队？怎么？噔噔噔噔噔！哎，吃豆子是有这么一项啊。大伙儿都纳闷，村长怎么的了？啊，村长还遮羞脸呢？怎么说啊？人上了年纪，就爱放屁啊！过去一天一个的放马赛，嗯，现在好盖屁水果味儿，一个屁顶过去五个。上五楼不费劲儿，什么乱七八糟的，干嘛还蹦五楼上去了？是怎么着？你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啊，他会报复我的，还报复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回家之后我跟我老婆子商量啊，我说媳妇儿怎么办呢？嗯，你说这个村长恨上我了，是有办法没有？我媳妇儿说，那这个事怎么办呢？ 啊谁让你逞能呢？嗯，把我烦的，您烦媳妇儿就是好叨叨，这个嘴不闲着，好磨的，一天到晚这个嘴不闲着，老说呀。啊，夏天我就烦得恨得没法没法的。啊啊！说您出去吧，啊，拿点钱，你上海边去玩去吧，是是，海边旅游去吧。哦，好，走了俩月回来一看，我的娘呀！怎么牙都黑了？啊，到那儿也没少说呀，这个啊，牙都晒黑了。是啊，你就知道他多能说了吧？哎，对对对对对。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啊，嗯，你有办法没有啊？嗯，赶紧你出去吧，你也走吧，你上北京吧，找你哥哥去吧。北京您有亲戚？我哥哥在北京啊。啊，那你找亲戚？我找他来吧。啊，我到了北京了，我把地址弄丢了，又找不着了。俺听北京比咱们村子大一圈啊。不是一圈知道吗？好几圈呢，是吧？俺那娘呀，那个大楼那个高啊，高楼，一二三四，还数他干嘛？往上数。嗯，俺那边来个小伙子，骑着个车，一脚踩住了。哎，打什么呢？嗯，数楼呢？北京有规定，不许数楼。啊？哪儿
是这规定啊？罚款啊，这也罚款？听着跟规矩大的。嗯，多少钱？嗯，你说多少了？嗯，说五层了。啊，五十。一层十块，我的娘，一层十块啊，也就五十。这小子啊，蹬上车人就跑了，那还不跑？这么缺心眼的玩意儿啊！人家倒缺心眼儿，傻子，怎么回？我都数到十八路了。呀嗨！还人家缺心眼儿呢，还无形中我就省了不少钱啊！哎，您照这么省下去吧，那就是一个发家致富的好办法。哎走了，顺着口袋掉地上票来，叫什么？捡起来一看，啊，文化活动中心通票，通票全能看，啊，通票，嗯，我上那儿通通去吧，啊，什么叫通通去？就都能看吗？啊，对，全行，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我跑到那儿来，哦，一进门，呵，啊，这个大楼十多层啊，还说进电梯啊，进电梯一个小时没上去，怎么回事？没电，废话嘛，这没电你上什么电梯呀？也不换换电池，你说这。是电池的吗？一楼有个大剧场，嗯，一帮人坐那看演出。哦，我也坐那儿吧，坐那儿好。出来个主持人，对，各位朋友大家好。哎，是这么说啊，演出现在开始了。哎，欢迎您欣赏咱们的文艺晚饭啊。晚饭呢、啊？什么舌头这都是啊？晚会啊，他这普通话讲的不标准，这是啊。您这也不怎么样啊。谢谢大伙的光临、嗯、啊。今天在这儿我们演出文艺节目。对，您听说过黄河吧？黄河，黄河是咱们的母亲河。这倒是，我们要关心母亲。请喝，对，下面请欣赏《长江之歌》。没黄河什么事儿、哎？我难道是这话吗？这说的是呢，这个谁演的？把黄河改了长江了啊！转身我就出来了，甭听这个。到二楼一瞧呀，嗯、啊，有一个大的游泳馆。哦，游泳，里边都是这个水呀、啊。啊，他锻炼啊。教练看见我，一把拉进来了。哦，游泳。让您游，我说我不会，我教给你吧。啊，好，这真好啊，带我在里边游啊，一个小时我上来了。好，行了，今天到这儿吧。怎么呢？实在喝不了了。您喝水去了上哪？我这个水量就这个意思了啊。嗨，不是这量的事儿。又上楼了。嗯，来到楼上一看呀，嗯，饭馆啊，吃饭的地方，韩国料理。哦，好，一看菜谱，嗯，泡菜。对，哎，菜还能放泡。菜，转身我一瞧啊，啊、嗯，就是那个辣白菜啊，就是要35，哦，一结账我就认了啊，是啊，韩国料理，嗯，让韩国人给料理出来，嗨，不是这么解释，旁边对门有这个小剧场，哦，演这个马戏，哦，打水儿，喝出这个大姐，嗯，好看，长得真漂亮，是是，穿的一身那个绳啊，驯兽表演，耍一个大狮子啊，有个大姐嘴里嚼块糖，哦，那个狮子过来扛。汤就掉头了，有这节目，全场观众还鼓掌呢。好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不行吗？我也行啊，你成？来，把狮子牵走。对，把狮子牵走啊？对，行。用二斤汤没问题，是没汤也行啊。五斤我都能吃下去，这我也行，知道吗？你就是糖尿病不行，这没听说过啊。我先说，我先来啊。这帮没谁跟你排队了的，这是、啊、把狮子牵给还练什么呀？太没意思了啊！这个通票就这个玩意儿，转身我就出来了，走到街上呀，怎么了？瞧见我哥哥了，我、哦、哥俩碰上了，哎、啊，骑着他那辆小自行车啊，骑车啊，我的胳膊在这儿呢，呀、啊，兄弟你来了，都、啊、碰上了啊！我一瞧走道怎么这么怪呢？啊，扭着走，蹭着过来，哥你怎么的？啊，你怎么的？别骑了，让人暗算了。怎么暗算了？今天骑着自行车走，本来不好骑，大顶风。哦，前面有个大胖子啊，骑着骑着往上一抬身子，啊，这是顺风全飘回来了。哎呦，我熏死啊！啊，恨得我要复仇啊！怎么复仇？我玩命的往前弄，蹬他头里啊！我一使劲啊，也放了个屁，我拉裤了啊！裤子里了，哎呀，兄弟，你可不知道啊，我骑着大梁过来的。嘿呀，对，不敢招惹实地儿，这是。我们也咱不然洗澡去吧？哎，那可不是先洗去吗？拐个弯来，一个澡堂子。啊，俺们进来了。啊，在里边伙计挺客气。是啊。来来来，脱衣裳洗澡，脱衣裳。是是，我哥哥，你也外边坐下去。哎，对，实在太脏了，这。那院里脱完，拿水管子呲干净。哎呦。什么罪过？我来这里头把我的衣裳脱好了啊！我找个凳子，我拴凳子腿上。哎，你拴它干嘛呀？丢丢了呢？丢不了，不能。我在村里洗澡还丢了呢。村里哪儿啊？在坑边上。嗨，坑边上没人呢。没人还丢了呢？那么些人，谁偷裤子的呢？嗨，谁偷
你裤子呀？别跟那个门一看，奶奶娘呀，抱了阴曹地府了。怎么了？正当中有一个大池子，正煮活人呢。是吗？有一个老头煮的要死，还喊呢。啊！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你上来呀你。人那是洗舒服洗美了、啊、不能啊啊不能这个用小鬼把人捞上来搁在椅子上正打屁呢这红了这不不是那是搓澡的哎呀我一看这个地方我来了我有用武之地的怎么我扎个蒙子吧在这儿我练了我水性不错刚才学来着啊是啊站好了往下走等上了当了怎么了小鸭子母亲水脑袋磕个大嘎子呀废话吗喝了两口水怎么袜子味儿的呀喝下来了，站起来一瞧，这个水才到这儿啊！啊，看看有鱼没有吧？这里没鱼，容易磨磨眼睛啊！鱼是没有，对，有个大王八盖子。嗯、啊，呵，你瞧这个东西 啊！我正摸着，站起人家抡圆给我一嘴巴啊！不洗澡摸我屁股干什么呀？请您欣赏山东二黄表演者郭德纲于谦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的介绍介绍什么有人不认识我哦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啊这些年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哦艺术上不能够达到一个位置哦所以好些人不认识我那也正常别看今天来了好几万人啊哪有那么多呀啊包括前门一带吧算是人家干嘛呀不认识的跟人解释一下啊您说一下就完了好嗯刚才有一个观众说不认识我是吧嗯好你还数来了是吧、啊、我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啊郭德纲好这么介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呐、啊、哦您可不能这么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哎、啊哪有不认识他的是你叫什么来着这就一不认识我的呀于谦对啊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于谦对好哪儿好我佩服你啊干嘛呀有能耐您太过奖了本职工作做得不错啊相声啊嗯别的行业也干过啊也是是不是之前也干过点别的拍过电影对电视剧干过的都干过吧没错我看过你吗是啊我跟那里头瞧见过你哦电视啊嗯看见过看见过那里有演过你哦好好好净演大活嗯是周星驰那个嗯大话西游哦有他这有我演那个牛魔王身边六百个小妖精之一您怎么找着我的这别人都化妆你没化妆吗对我就像那妖精是怎么着我一见面被导演吓坏了哦这个造型谁给弄的这个太像了太像了、哦、演得不错嗯后来有一个雷雨我演谁演雷雨雷雨怎么演啊你有下雨的戏你站着弄个水管子巨物啊好啊好啊这还好后来有个大片叫无极哎对演对这要没有你这个戏完了啊上至导演制片人下至工作人员谁也活不了、哎、你了不起是、啊、你送盒饭的嗯我就干这碎亏的活儿你了不起我很崇拜你啊是啊最近又添新买卖做什么了马上要成为三蹦子形象代言人了这活儿差点吧啊近郊远县大小三蹦子都你相片那管什么呀提你五块钱就到不提我两块钱人就走这提我干嘛呢向你学习嗨甭学了都是演员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嗯你先把我搁到王府井认识我吗嗯不认识我哦把于老师搁这儿嗯认识我吗怎么样对认识啊认识认识还退不认识能退吗说的也是我怎么那么糟恨呢遇见仇人了遇见仇人了没听说了太好了嗯向你学习甭学了当然了嗯作为演员来说啊嗯要谦虚啊那倒是都是我们的老师哦那你说曲艺你说戏剧嗯电影话剧哦哪个行业都是我们的老师是向人去学去应该是不是嗯离着我们最近的就是京剧
哦，那好啊，京剧是国粹，对对对，生旦净丑唱念作打讲究啊，多的学问呢。嗯啊，于老师这方面很好。哎，我好这个。你虽然说五音不全吧，他好唱戏。怎么那么没皮没脸呢？我学吗？京剧院的老师都夸他，夸我真用功啊，怎么下功夫？就这一个音儿，说实在的啊，你能坚持下来不容易。我下多的功夫学一个音儿，不，你那五个音就剩一个音了。好嘛，再想多都没了啊！他学龙套，学龙套，学龙套有音儿吗？有啊，刚说话的这个，你看，有，我听你在家喊嗓子，闲诗给你调吗？怎么调啊？哦。也就这一个音儿，小子好啊，小子好，这点他随他父亲。我爸爸也龙套啊。不不，他爸爸名票，哦，票友，票友，是是，好票友不次于专业的。嗯，他也下过功夫啊。爸爸唱的多好啊啊！我最爱听他爸爸唱。是啊。嗯，街坊邻居也是。哦，都爱听他爸爸唱戏。唱的好吗？啊，唱生行的，生旦净丑，唱生行的。哦。有一年，李世济老师哦，唱三娘教子。嚯、哦！特意请他父亲一起配戏，怎么说于老爷子要不来我不唱了这戏。是啊，这身份呢，身份呢，一出场、嗯、可唱得好，就那几句唱我到今天记忆犹新。唱好听啊。怎么唱的啊？学一国白难说完了吧，是啊，你学着小孩那像像像管什么呀，这有戏吗？这个像太像了，来这孩子好好啊，好，你长点个儿好不好、啊、唱娃娃声，唱娃娃声，听说过、啊、好，不能这么说话，太好了太好。他祖父也好唱戏，好一家子，他爷好唱戏 啊， 啊，轻易还不唱，那是啊，得对着机会有了知音才唱。哎，给人唱，当初他们家住大杂院、啊、院里有老寿星，哦，99岁，嚯，中国来说99岁算100岁，那可不是吗？百岁大寿，这过整寿，孙男弟女五世同堂，特好。他们祖父去给人唱去了，哎，老头坐正当中，哦，谢谢您呐，嗯，知道您轻易不唱，对，来一段吧，唱吧。好，我给您唱一段8月15把寿拜，呵，吉祥应景的戏、哎、啊，唱吧。8月15，什么味儿？这四个字没唱完啊，这老寿星。喷了那些个血呀，吐血了，当时咣叽就扔那儿了，死了。到出殡那天，人家家没人哭。怎么不哭？别哭啊，啊，一哭回来于谦他爷爷说咱们学他、啊、好嘛，这还忌讳呢啊，这说这意思、啊、我得向你们学习啊，给人唱死了，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这种精神。什么精神？这都我爱唱戏。您也好啊？我也爱研究这个。是吗？平时没事也唱，可乐戏里边多有意思啊！这好啊，对，有这么一出戏，可以说大伙儿都知道。哪出？叫《桑园会》。哦，秋胡戏。秋胡戏七。对，里边有一段《西皮流水》，嗯，我最爱这段。是啊，唱起来好听啊。您给小一小。江洋者的啊，唱的。我给大伙儿唱这个啊，嗯，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好好好，哎，来这段啊，嗯，今儿没有过生日的吧？哎，好嘛。您也给人唱吐了血啊？那把我跟那个人，我们哥俩这别搁在一块儿摆。不是。哪儿的哥俩一唱起来这个味儿的啊，您唱。嗯嗯，秋后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哦，马蹄也忙，坐里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盘丧，前影儿好似罗妇女，后影好像我妻儿郎，本当相亲讲亲人，前阵儿刚错认了闽南女，罪非常。好啊，是这味儿的。这出戏在当年来说是家喻户晓，都知道。很多票友也爱唱这个，是吗？我认识一位山东朋友，哦，用山东方言演唱过这段《桑园会》，还用方言，比相声都可乐，是吗？这里边口头语、俏皮话、打嘟噜，什么都有。怎么那么热闹啊？一唱起来这个样的啊，学一学。铁虎打马死奔那家的里。
声音那个鲁啊撒撒马翻听啊提啊字音撒加了品啊难懂你我的隐私上撇家撇业撇父撇母撇子又撇妻在前堂死了别人高堂的母在后堂死了别人撒子气夫妻们分了比大门里看看我这个我看他这个弟弟点点点点弟弟这不得的泪被提大丈夫妻能儿无知热气咱夫在两军真是又能从不敌不知为犯的帮儿早了把我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地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一见叫做名鬼戏不往眼一夜间发龙了信息他风发脱在那五下身穿马炮腰横雨带足他草靴左拐在草里他找到回了家呀看着母亲他找到到了亲人咋会挑理呀生了本来的在呀撒上院里哟捡一辈这个美大号身穿着那个懒波衫那咬鸡着这个百波衫那头上别那么骨头衫那脚下穿那么醒过衫那老出来小心眼老手和三口老三钱的也乐意了也乐意了这我在桌袋里蔡英文好像个罗斯女后英文好像个撒得气本当想起讲起一且知啊错认了你那女人是咋的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拴娃娃》，表演者郭德纲、于谦。来的人不少啊，哎，我很欣慰。打心里那么痛快 啊好啊哦爱相声的人多了是好事儿哎还越来越多多听相声是多有意思啊顺门功课哎坑蒙拐骗对哎没没坑呢没哪儿还单讲呢还没有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哎你就是解放后整理的哎一直是这样一直这样吗可不是吗这四门功课弄好了不易对不是每个说相声的都能让观众喜欢哎那有难度这里边有人缘的问题哦人缘说相声首先来说得聪明脑子得快不聪明不行哦得灵哦当然了人跟人不一样那哪能都一样说有聪明的嗯保不齐有稍微差一点的哎这都不一样差点怎么办呢怎么办学哎勤奋这是最重要的对民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这老话都说了不丢人可不吗你不会就是不会哎问去实在点不寒碜可不在这方面于老师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过奖了真的啊这个人最谦虚是啊不明白就问哎不懂就问哪怕后台小孩们比他强他也问这怎么回事、哎、问清楚自己明白了这就涨了吗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做法这是做也对的啊那天还问我了我刚问你点事儿吧哎什么叫聪明哎你看这问题难了这个很抽象啊咱们总夸人家说这聪明啊是啊你让我给你讲这难了哎不是咱们这样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实验呢我一伸手把我的手摁在墙上哦我说你呀、啊、抡圆了你那拳头往我手上砸打你那手这顶啊哦咬着牙扔过来了我把手就挪开了挪开了墙上有一大钉子有那么焊血管吗这手上啊这流着血问我什么叫聪明真勤奋呢啊我说师哥呀啊我就叫聪明那我就叫这傻呀这是您求学问道哎当天下午他就用上了把这个方法又转嫁到徐德亮的身上啊我跟徐德亮又说去了徐德亮问他啊哥什么叫聪明你看于谦乐的、哎、刚学的哎呀乐了有半小时啊
喘过气儿，我告诉你，太好了。哦，你打我的手，听见了吗？啊，来，搁脸上啊。笨了，我这人太聪明了，没有您这么捧我的，也没有徐德亮这么使劲的，好嘛，是啊，这都真事儿，还真事儿呢，这都真事儿。那么说他恨我吗？啊，不恨，我也缺心眼儿。哦，这是交情。哦，别看闹成这样啊，啊，这裹着纱布，哦，还请我们吃饭去，贱的吗？别这么说，真的啊！你不这么说，谁知道？谁不知道啊？这个这样请你吃饭去，好心呐。啊，说实在的啊，大大咧咧。这个事儿不往心里去，这都瞧出来了。要是那个小肚鸡肠的算恨上哦，人家没有，不恨，自当没那么回事儿哦。但是该花钱花钱，该请客请客，哎，还大方啊！这点他随他父亲。哦，我爸爸，他们老爷子就是花钱是一把好手，哦，能花钱。哎呀，业余爱好就是花钱，这爱好。人家家里也有钱啊，你看七九年的时候，哦，人家家里就有电视，呵，那会儿谁家有电视？没有啊。1979年啊，七十年代末啊，嗯，当时那会儿不大，对，都小，哪有现在这大背头什么的，没有，没有，都小。那会儿人家家里有个14寸的黑白小彩电，对。什么词儿啊您这是，什么玩意儿呢，黑白小彩电，黑白电视吧，哎，黑白电视就完了嘛。有钱，那会儿人家有钱啊，他爸爸这钱多了都没地儿花去，花不过来，没地儿花，请人吃饭，哦，请客，哎，坐在全聚德旁边，嗯，一到饭口一看差不多了，哦，12点了，全聚德上人了，嗯，把自己这炒饼这碗一推，拿网兜装钱奔全聚德。请客，上二楼一瞧，30来桌。哦，告诉服务员，前后楼上锁，干嘛？我结账，他结账，这么些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啊？他结账，说那碗饼钱那账结了没有？啊？请这么些人吃饭，他自己吃炒饼，我得想想，年头太多，你爸都忘了。好吧，这这么说，我爸爸忘了，像话。就说这意思，说就说这意思啊，反正是有钱，太喜欢花钱了。哦，啊，街坊邻居有个红白喜事儿，嗯，他爸不往心里去。哦，谁家聘姑娘娶儿媳妇儿，嗯，上赶上进门。他扔了一信封，脸皮大不浅，份子，死为份子，哼，这是认识的有情可原啊，那不认识拐弯抹角他也去打听着去，听说家里用钱是吧，你看我这给您一份，你也给您娶媳妇儿，聘姑娘，哦，生孩子，死人出殡，嗯，别让他知道，红白喜收拾，他只要一知道，必须把钱给花到了，都得给。这个话又说回来了啊，不可能街坊邻居天天有这红白喜事，那也有一段时间没事儿，就是保不齐这半月没事儿啊。他爸爸算急了，怎么了？打一车奔八宝山，干嘛去？那儿不能闲着吧？这儿到老得烧着，是吧？哟，这儿死一个啊，给您，这份是我的，这也给啊？人家都纳闷不认识，打一看1000块钱，呵，给人就奔那家了啊。节哀啊，节哀，好，这给您一份，好，打着1000块钱，嗯，反正有这事儿，一家一份，行。他也在礼堂里跟一块默哀啊，也去跟这事儿不认识也默哀告别，完事给这钱，给您这一份，呵，好这不落礼。那回又去了啊，八宝山死一说相声的，啊，相声演员，哦，他也去了，站着一块儿啊，听前面那念导词，哦，他是一个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是，他是一个正直纯洁的人，哦，你爸爸掏口袋，嗯，给两份，干嘛两份？死俩人呢，这是啊，这算俩人呢，好嘛，啊，这两份，死一说相声还死一纯洁正直的人，好嘛，说相声没正直的人是吗？俩人嘛，说相声。我不知道，我闹不清这个了。啊，他爸随后一美，啊，他图高兴，也别说人家底子厚，啊，他有钱呢。他们祖籍是河北省，啊，这不远，河北省涞水县这一带。哦，那是他们家老根儿。
后来做生意迁居，往外边走，那儿住不开了，开始是移民到房山那边，搬出没多远，哎，房山那儿也发一绿卡，房山区还弄一绿卡，有啊，把我绿卡崩帽子上了，干嘛崩那儿？改谁还问呢？啊，看我这绿吗？缺心眼儿吧，这不是耗着吗？啊，后来又挪了通县，在通县可了不得啊，生意是越做越大，大买卖了。哎，你父亲小的时候人家贺号，贺号通州王，嚯，那就称王了。整个通州不敢说都是你们家的，啊，三分之二的家财是你们家的，这多是多有钱啊！嗯，尤其你父亲年轻时候啊，风流潇洒，嚯，也是这个头，比他还猛一点，比我高，没这么胖啊。是，尤其年轻的时候精神，哎，大个小伙子又有钱，啊，谁不多瞧几眼呢？对，每天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啊。那会儿来说也有什么电影院，也有歌舞厅，是那会儿兴这个早就有，可最起码得是什么银行的少东家啊，哪儿的小老板，哎，都大款，花得起钱。嗯，他爸爸去在那儿认识的你母亲。在那儿认识的我妈。母亲在那儿工作吗？还在那儿工作。研究舞蹈吗？那怎么研究舞蹈啊？研究吗？就有人客人来跟人一块研究，跟人一块跳吗？伴舞的呀，反正就工作嘛，工作嘛。您就别提这工作了，干一行爱一行嘛，是吧？他就干这个，跟你父亲一块跳舞。哦，啊，搂着跳。嗯，你爸爸高兴，呵，小姐啊，太好了，你这腰怎么这么细？嗯，哎，脖子啊，这个太矮了吧？这个太矬点了，这啊。可话说回来了啊，情人眼里边出狮子啊？没有啊，西施，西施，西施，可没京班顺溜啊。你这狗啊，是怎么着？一见钟情，两个人偷偷摸摸的就过日子了啊，就好上了啊。后来明媒正娶，把他抬到家去。哦，哎呦，可了不得了，嗯，整个通县轰动了啊，都震惊了。于家大少爷结婚了啊啊，了得嘛？对，这大事啊，打家里出来，结完婚那天啊，要到通州城里边游街示众。那不叫游街示众啊，那不叫游街示众，那叫什么呀？那叫跨马游街。就是啊，哎，弄一个四轮马车，哎，前面六匹白颜色的高头大马，啊，一字排开了，弄好了，两口子坐在这车上，哦，驾，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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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气，人都出来了，哎呦，呵，都看。瞧这俩啊，啊，可了不得，于大少爷，哎，高兴，坐这看，坐这看，哦，驾，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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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哎，怎么停了？人群里边站着一个男的，哦，长得跟你父亲的模几乎是一模一样，哟，你爸很纳闷看着，啊，这么像我，啊，叫过来，少爷，嗯，问点事儿，哦。你母亲在我们府里边当过佣人吗？我爸爸想的还真多。跟少爷您回，哎，我爸爸是你们家厨子。这什么关系呀？这是？呀，哎，这就甭往下问了。哎，这就抹过去了啊，这个。一会儿又回来了，又问他 啊别问了，过去就完了，紧着劲问这什么？前面宝鸡死胡同嘛，嗨，您这掉头回来甭理他了啊。这就说这意思，哎，反正于大少夫妻二人感情相当的好，哎，是好可是好啊，嗯，万贯家财后继法子，就是没有后人，没孩子。你这个是后来才有了你，那结婚好几年了，好些年了，是刚开始没有啊。哦，你父亲难过呀，啊，人家家都有仨儿子俩姑娘的，嗯，我怎么会没有呢？哦，坐在书房这儿闷闷不乐，瞪起一本书来看了几篇，看不下去，是把这金瓶梅往这一扔。我爸连金瓶梅都看不下去，这本不带画。没听说过。那边插头本在哪儿去了？甭搞了啊，甭搞，心情不好啊，哎，想西门大官人，
我爸爸就是西门庆啊。想他想书里那人，你想他干嘛呀？有道理啊。啊，想西门大官人虽然说是个淫棍啊，但是他也有后代，我也是淫棍。为什么我就没有后代？你爸爸才淫棍呢。别往下说了啊，小心眼儿。这不是什么叫小心眼儿？你都说出来了，我小什么心眼儿啊？他心里着急啊，着急也不能做个是流氓啊。啊，你看他到这秃噜啊，亏心。没听说不能自个儿说自个儿这个。这日后吧，日后我这万贯家财怎么办呢？啊，坐在这儿眼泪哦，哭了，裤子就湿了，尿了。难过吗？难过也没有撒尿的呀。难过吗？家里有养的小丫鬟啊，啊，一瞧，哟，怎么回事啊？她哭了，是啊，我刚擦完那地啊，心疼这地主呀，地都黄了啊，嗨，上火，老爷这几天上火了这是啊，赶紧到后院禀告你的母亲哦，跟说这事儿，来到后边一见你母亲，嗯，哎呀，鹌鹑呐，哎，哎，他俩回来了。哎，鹌鹑还野鸡呢？哦，野鸡呀、啊，那就没啊。鹌鹑，鹌鹑，鹌鹑，哦，鹌鹑呐，哎，说老爷现如今在前面那儿连哭带闹的，谁瞧瞧去吧？嗯，你妈一听就乐了。哦，来来，你们搀着我吧。哦，四个小丫鬟，鸭儿梅、影梅、凤窝梅、乌鸦梅，四块梅呀、啊！啊，冒着烟就出来了。好嘛，搀着你母亲来，带到前院书房。嗯，要没这四个丫鬟，你妈都到不了前院，脚小没腿，摊子呀！不是，有一条紫檀的是吧？假腿，就这条是不锈钢的啊！嗨，一条真的都没有啊！来这屋一瞧，你父亲坐在那掉眼泪啊，你母亲心里不痛快。哦，好好的过日子，你难过什么呀？说的是呢，哎。我说袁伟爷呀，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啊，哎哎，你有事儿你说，不是不是不是，你这什么？不，你先等，先别别，嗯，反正说说，别使相怎么样？咱这怎么意思？他尊敬你父亲呢？尊敬老爷？不是，这你先等啊，尊敬也没有这么尊，我爸爸站桌子上了似的。没没没，你爸俩人平脸站着吗？这是平脸站着吗？这平脸站着吗？啊，你爸爸说话了啊，夫人呐。哎，去去起来，起来起来，行不行？这行了，对不对？别说了啊，别往下说了。般配吗？这玩意儿多般配啊！这般配啊，这多好，俩人这样的。嗨，平脸站着这么说话啊？平脸站着啊？平脸站着？哎，你母亲看着你父亲，嗯、啊，这不眼睛还往上走呢吗？平脸看得见吗？他嗨。啊、您甭学，您就说吧。平脸净看脚脖子了，知道吗？好嘛，我爸脚够大的，是吧？啊，你说这事儿，嗯，为什么哭啊？哎，你爸爸叹了口气，嗯，擦了眼泪，是，哎，夫人呐、啊，夫人，我这句话憋在心里边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还很长时间，一直想跟你说，嗯，又怕你不愿意。哦，我来问你，自你进得我府，你生下一儿，嗯，没有。养下一女也没有，还养官夫女，我要你何用？你把他孩子，我咋样？哎呀，行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了啊！你留神闪了腰，这样大伙看得明白，明白了。啊，他全明白啊！啊，嗯，一个在这儿啊，那个我行不行？那个呀，我就别够了，别够了，别够了。留神把他踩死，到时候啊，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哎，你母亲生气了。哦，呸，没脆在脸上啊，呸。你爸爸生气，嗯，你爸气坏了。哦，讨厌，袜子都湿了。嗨、哎，我说没脆脸上吗？拿过鞋把你妈扣上了，对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鞋就扣上了，生气吗？生气也不能这样啊啊！把鞋踢开了，嗯啊，你母亲出来了，不、咱别提这个了，成不成啊？这形象嘛，形象嘛，这形象干嘛？说就完了吗？讨厌啊，可恨哦。在世顺不生，嗯，不在世顺不养，哦，不生不养是你们家的德行，嗯，别瞧在你们家没养，哦，上学的时候没少养过，什么呀？
小花猫啊，嘿呦，您别大喘气啊！我告诉你，想要后辈儿孙，你要积德行善。哦，你得积，得积，你得多积。是，你爸说是啊，啊，积了好些缸呢，啊，谁挑出去卖去？啊，这门口东北人也少，是吧？酸菜啊，是啊，积积德，积德行善。哎，对对。你爸已经太好了啊！那这样打这起，我要积德行善，哎，拜访四大名山，四大名山哪儿都去了，什么五台山呐、啊哦，什么这个九华山都去到了，嗯，就为了要你呀、啊，这积德吗？心是最善最善的、啊，拜佛一禀中心呐、啊。哦，京西有一个妙峰山，哦，四月初有一个庙会，没儿没女的都上那儿去，说那儿灵啊，烧香给老娘娘磕头，对对，拴那小泥娃娃，哎，图个吉利。为的什么呀？嗯，这泥的到家去，孩子就跟着来了，带子来了。一瞧这日子啊，啊，都一月初了。哦，你母亲赶紧梳妆打扮。哎，四月初的庙会啊，这刚一月初忙什么？这是大户人家啊，他麻烦，怎么个麻烦呢？首先说派人上苏杭二州、啊、采办各种的绸缎，哎呦，做成新衣服，穿新的都做来了，院子里边弄一根杆儿、哦，所有新衣服都挂好了。是，两旁边站这些个家奴院工啊，都盯着一站啊。你母亲站好了，是我试试这件衣服，哎，穿上，为什么不穿上？穿上啊！当着这些人就脱衣服啊？换新的吗？换新的屋里呀、啊，脸都扭那边去，哎，别让他们看。你要你啊，扭那边去，冲那边。我上头里换去，哎，一样吗？这不是啊？这不一样吗？最好灰心啊！嘿，这地方用得着吗？这个表现欲很强啊，那也不能这样。换好了，哎，洗脸啊，院里一坐，丫鬟拿水哦，先往脸上一盆一盆的泼，哗哗哗！我妈是江姐，知道吗？泼吗？泼给泼醒了，没，她一直就这么坐着啊。嗨、啊，这位也缺心眼儿。啊咱们泼，累死你们泼、哎！行了，这洗脸就完了。洗脸对，得拿水凉的、热的、温乎的，各式各样的，带冰碴的全有啊。弄非这么泼呀？泼完之后，有人过来拿砂纸给打抹上。好嘛，哎，弄完了洗干干净净的啊，拿布掖干净啊。擦皮鞋呢似的，掖干干净净的啊，梳头啊。哦，梳好了各式各样的花儿，是戴得看看，这个不好啊，这个显得太俗啊，这花不行，摘起来，嗯，换那头套，换那头发，换什么？是花儿，是头套啊，头套吗？头套啊，头套啊，怎么没头发？你妈剃了，跟你爸赌气啊？赌、啊、什么许了呢？这是换一个，取下俩小辫来，哦，看看，照着镜子、嗯，不行，这太嫩，这不行，哦，换一个，哦、我看那天王文林的头型好看，我喜欢这个。王文林有头型吗？这个、啊、我头型弄一碎布戴上就完了、啊、对吧？亮啊！什么一亮？这么些个人给老娘娘磕头，你得显眼啊！啊，剃干干净净的啊，来朵花，拿橡皮膏粘着。嗨，插都插不上，一样吗？啊，过去有一歌说这个吗？说什么？你不坐在庙堂，你花儿为谁开？就这歌嘛啊，这就这个尼姑炭嘛，尼姑炭嘛，嗨，咱甭提这炭了啊。梳妆打扮都好了，嗯，由打家里出来垫吧，您要蹭上了大儿车，哦，上车，车把人一扬，噔儿驾，三蹦子呀，大马车，大马车怎么嘟嘟嘟的呀？这装了汽油呢啊，哼，来在了妙峰山下，啊，你妈往这一站，抬起头来仔细观瞧，哦。猴啊，猴干嘛呀？那怎么这姿势呢？山上山下都是人，哦，都是人。来到山上这大雄宝殿里边，你得烧头一炷香，哦，第一个，这表示你的心最诚啊。哦，你爸爸说了，没事啊，怎么办？别着急，我告诉你啊，待会儿啊，我一喊，所有人全轰出去，哦，就剩咱们家的，你踏踏实实的，知道吗？哎，这。您这连动手带拍的，这不是您拍不就能起来了吗？啊，踢球啊！啊，都躲开那儿，躲开那儿！嗯，家奴院工两旁边把守的庙门左右。嗯，你父亲和你母亲起来，都躲开那儿。夫人来了，谁说没孩子？这不是抱着呢吗？夫人来了啊！来
在庙里边，老爷子一转身，这叫干嘛知道吗？干嘛？叫敬山。哦，要敬山，这是看势力的时候。哦，你说单有钱你做不到，那没势力不行。你有钱，人家有钱，哎，对不对？对，非得又有钱又有势，是，我先往这一站。嗯，闲人闪谈，哎，我要敬山了。哎，我多快了！不不不不不，弄你们一身呐！喂喂，什么呀？唾沫星子，唾沫星子，什么唾沫星子呀？他跟这喊着弄人身唾沫星子，没听说过啊！你这我要敬山不像话，那应该是敬山呐、啊，敬山！哎，偌大的大雄宝殿，就剩你母亲一个人哦，还有一老和尚，哎，出去啊！这老和尚出去，你妈也说啊，讨厌，嗯，老和尚出去，对，小和尚进来，对。没有，大个儿，大个儿进来，还挑的，还啊，顺溜，别挑了啊，不让他进来，没有人给敲磬吗？哦，给服务的，哎，啊、哦，往这一跪，手里拿着香，老娘娘在上，对，奴家缺门德事在家，你妈才缺德呢，我哪知道去？不知道你说，我们这给您磕头了，哎，保佑我们生一大胖小子，啊啊。怎么这动静啊？旁人敲磬嘛，敲磬嘛。嗨，你这别配音是不是啊？放下香，转过身来、嗯、要拴娃娃。哦，这是最骗人的了。怎么？可那会儿人都信。哎，是可不？就这么一泥娃娃啊，说是拴呢，实际是偷。哦，庙里那个出家人看不见的时候，嗯、你偷着拿红绳子弄上一个，揣怀里跑了，装看不见啊、嗯。可得扔钱，嗯，要不然和尚老道总跟着你。是他老看见、啊，你得让他看见钱合适了。哎，拿现在来说，扔个10块。哦，他假装扭过脸去，哎，拿那回家，是倒霉去吧，砸碎了套炉子都不够啊，没多少东西啊，这一瞧，呼，大娃娃小娃娃很多呀，嗯，母亲高兴了，哎，大怀里掏出红丝线来，嗯，我妈变戏法的，这怎么着？咋变戏法？怎么还这样？抡什么呢？这拿着扔啊，得套啊，拴着娃娃呀、啊，那过去就套上了。那不行，有规矩啊，是吗？老娘娘身边有娃娃，嗯，这不能弄。为什么？长大了是真龙天子啊！啊，那是皇上，你能是皇上吗？那不行，那国家没人了，才你当皇上呢。这后边饶这句就不好听，是不是？我挺乐意说的啊。嗨、哎。咱甭说了，底下有一堆啊，这孩子不能弄，怎么淘气？哦，淘，这孩子不行啊！找来找去，老娘娘供桌子，一聊这桌围子，嗯、啊，底下有几个娃娃？哦，有你啊，有乐桑、牛振华、顾彪，你们坐。那只能拴我了，这仨都指你，对对、啊、对，你母亲一把把你拿下来了。这漂亮啊，嗯，长得跟小包子似的，还漂亮，就是他了，嗯，走，跟妈家走吧，哎，回家之后没有多长时间，这肚子可就大了，哟，身怀有孕，呵，你瞧瞧，你这神啊，哎，不服行啊，对，这老和尚多灵啊，啊，老和尚灵啊，老娘娘灵，对，老娘娘多灵啊，对啊，眼瞅着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嗯，到最后自个儿都够不着母亲眼了，特好嘛，一连12个月没降生，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怎么呢？好事来说，不凡之子必以其生，嗯，过了月的孩子命如金呢，对呀、啊，可有一姐这12个月也太多了，是，赶紧送到医院，大夫一号脉乐了，嗯，您这也不是怀孕，怎么回事？肝腹水，去你的吧。来的人不少啊，哎，我哎呀，又搭茬了啊，啊，我很欣慰啊，这是我的话，哎，对，别抢，他都不敢抢，你看看，是啊，这是义德呀，啊，对，不能抢话呀，啊，谢谢大家，嗯，谢谢大家，这些日子我们也是挺着急的，嗯，天天门口为了看演出打架，可不吗？真没辙，说两句话，做300人剧场来500人就肯定有。不来的，那可不是，这是没有办法的。明白，好多人给我出主意，没法弄。现如今，国家各个部门都注意着我们，嗯，多卖一
一张票罚一万块钱，那就是罚款。这场可卖不了一万块钱，是不是？我们也得想办法。求大伙多谅解吧，是不是？住哪儿的都有，前三门的你就算是进去，那可不。当然有远的可不落人了，人打昌平来，打通县来，是是，你怎么让人回去？是不是？不是资本，好在现在交通工具比较方便，哎，对，有的从自己开车来的，那就方便多了，也不算个事儿，一踩油门就走了，是，啊，现如今来讲，我觉得这交通帮了好大的忙，对了，过去来说。你看现在的观众有坐飞机来的啊，那赶着过来呢啊，你倒着来怎么办呢？是不是住着门口就人家倒着来，打延庆那边啊，坐飞机就过来了。延庆坐飞机过来啊，这太糟践钱了。这个不是，我就说开车这两边窗户开了，搁在身上啊，我觉得跟飞机差不多，开快点可能也能飞起来，是不是？没听说过，汽车啊，这东西太好了，但是也不好。怎么还不好？就没有汽车，街上能堵车吗？哦，那也没有堵车了。能出交通事故吗？哦，撞不着人了，是不是？开车时间长，对身体都不好，活动不了啊。今天来到这儿，旁边路边停了一辆大奔，好车呀、啊！啊，车底有一人，有俩人架着胳膊，正、来回溜达。怎么了？我说怎么了？这是啊，没事，我老实说啊，车坏了，我们交个走道啊，开车开的都不会走道了，来、总开车不服众嘛，好嘛，太邪乎了这个、开车、坐公共汽车，包括这打车都很方便，对，出租，您一伸手就一辆啊，对啊，一伸手就一辆，现在车多，不是打哈欠两辆。光打哈欠就甭伸懒腰了，你就对吧？想当初说实在的，没有这么些个出租车。是你往回想想，想想你小时候，我小时候，去年啊，我才多大岁数啊？我长得老性，没听说过啊？您就说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咱们小时候，对，哪有这么满大街跑的出租汽车呀？哎，没那么多，这是说明社会在进步。哎，对，好事儿。想当初的北京城拿什么代步啊？大部分是走着，那就腿着嘛，那就有钱坐个大二车，大二车是不是有钱的象征？哦，还有的像出城去远一点地儿，骑个小毛驴。哦，对，骑驴是不是赶脚的吗？过去有老北京土生土长的老人，就爱骑着驴吗？对对对，叫阿凡提啊。这是老北京吗？这阿凡提，我小毛驴是吧？哪儿啊？还差一句老北京话吗？什么？没听说过都。我听这个。当初还有这么一种交通代步的工具。什么呀？洋车。哦，就拉的那洋车。咱们看过一个电影。啊。骆驼样子，对吧？骆驼样子呀？什么？没听。骆驼祥子。祥子。对，这是人名。弹弦的。没听说。哎，您说这是马小祥子啊？不是。骆驼祥子。对。拉洋车。为什么叫洋车？是。当初最早的东洋车，日本发明的。哦，从那边引进的。到天津不叫洋车了，叫胶皮。怎么叫胶皮呢？这俩轱辘外面有胶皮。哦，这么叫胶皮。拉胶皮的。哦。到了上海叫黄包车。黄包车。哎，上海人一说这个王八车。对。什么车？王八车。王八车呀、啊。一种尊称啊。还尊称呢。这拉车啊是一个辛苦的行当，有能挣钱的，也有挣不着钱的。怎么还挣不着？你有的人早晨起来啊，啊，六点就出去了，早啊，晚上八点半回来，晚归，一天挣一块钱，哟，这太少了，不够吃。对呀、也有这个，早晨九点出去，晚点了，顶多下午四五点钟回来，收的也早，每天能挣八块钱，那、这就够吃的了，够挑费。对。有那个上午十点多出去，哦，两点回来的，嚯，能挣这么二十来块钱，呵，这就挣得不少了，这就看见钱了，哎，有的是中午十二点出去，十二点半回来，挣一百多块钱，挣那么多呀？他把车卖了，哎，这太不是过日子人了，这个啊，高的洋车的嘛是吧？没听说过，洋车之前都干这事，拉车的分这么。
几种。哦，有一种是拉车贼。怎么叫拉车贼？最坏。哦，他拉车呀，比做买卖挣的都多。是吗？嗯，耍心眼啊，把车拉出去。嗯，车捯饬干干净净，漂亮，人收拾的也漂亮。对，上车站。车站，北京火车站。嗯，往这一放，人多，不是谁来他都拉。哦，还分人。一瞧这拄着拐棍，戴着眼镜，嗯，很有知识，是不拉。哦，他不管这人，不管。哦，一瞧这下来，背一大包袱，两眼一抹黑，嗯，脑袋蒙一白手巾。哦，你瞧这是外地刚下火车的外乡人，这个能拉。哦，过去一拍肩膀，哦，吓一跳，干什么？是外地人，纳闷啊。嗯，刚来是吧？对，刚来是吧？嗯，上车，谁敢上啊？这个不敢什么呀？啊，上车呀、啊！上车，你去哪儿啊？嗯，我上崇文门。哦，崇文门，下了火车奔崇文门，没多远，那很近嘛。我上崇文门，对，吸什么气儿啊？我还出一口气，崇文门呐、啊。怎么了？通县你怎么没下车呢？啊？到崇文门通县下车呀？多缺德呀！这什么意思？这是冲这脸，你琢磨一天这地儿到不了。哦，好，太远。老乡吓坏了。啊，我的娘啊！啊，远吗？远吗呀？上车吧。嗯，我送你去吧。啊，你送好。多少钱？问问钱。你这一瞧又没钱呢。是啊，给十块钱吧。十块。我的娘呀！我打陕总到这儿才两块钱，上趟崇文门十块，太远了啊！我钱太贵了。嗯，你给多少？给多少？我借两块钱行吗？两块，上车。哦，拉了，因为这道也就一毛钱。嚯，他这就发了财了，翻二十倍。上车。嗯，拉着车上垃圾跑，跑着跑着前面过马路了，嗯，把车撂下去，他停下了，再掏两块钱。干嘛还掏钱啊？怎么还要钱呢？是啊，没墙那儿站着警察老爷的吗？警察，警察叫老爷。怎么？也不是谁姥姥。对，没姥姥这个。过这趟街，嗯，得交两块钱过街的钱。这还有过街钱？我的娘呀！啊，北京这个道实在是太贵了。这不给行吗？嗯，不给也行，咱来回试试吧。来，怎么试？拉着车奔逆行。走逆行，冲着警察就过去了。嚯、哦，警察能爱看吗？是啊，一晃手里的胶皮棍儿。嗯，回去，让回去，赶紧回来了。嗯，不让走吧？废话，啊，让走就撞上了。老乡没辙了啊，掏出两块钱又给了。你等着，嗯，转身跑到后边，嗯，电车票、废票是一张，拿着，攥着它啊，攥着、哦。老乡接过来了，拿这个就让走了。嗯，那可不呗，走。是拉起来往前走，路过警察，这老乡把票还举起来了。啊，那有票呀、哎！那是这票吗？车跑去拉车来说，你看见了吗？啊，有票，警察就不拦你了。哎，对了，到前面旮旯，嗯，找一小孩拉车的。哦，给你一毛钱，给他送到崇文门去。哦，换人了，他自己不去。是，到这儿瞧瞧，这么近呢、啊。嗯，打劫二。我怕人找见他。这么简单的一段道，他就挣了3.9块钱。你看，来回的这一天赶上多少起，他们挣钱了吗？啊，真挣钱了！一干买卖发财的多的。哦，这是机灵。白天挣钱，嗯，到晚上也换上西装，干嘛？戴上礼帽，嗯啊，拄着文明棍儿，嚯，也吃喝嫖赌。哦，出去消费去。还消费啊？找一歌舞厅，嗯，往那一坐，跟舞女得说呀。哦，我爸爸开银行的，嚯，我趁多少多少钱，大公子。舞女高兴，我跟你走吧。啊，挎着胳膊俩人出来，哎，往那一站，嗯，洋车。哦，还叫车，杨他也叫杨车，嗯嗯，杨车，哎，来了来了来了，哎，来一个，嗯，哟，二哥没出车，嗨，这位也没眼力见儿，这位遇见同行，哎，那好了都给，我怎么说遇见同行躲着走呢？就说这个，哪路你也没听说过啊？这个人叫拉车的贼，哦，还有这拉车的油子。怎么还有油子？嗯，也能挣钱哦，但是他没有拉车贼狠。哦，他好点。哎，他上哪儿拉车去呢？嗯，找一胡同。哦，哎，往这一待，嗯，等着。一瞧大妹来了，提着四个箱子。哦，四脖汗流，两步就
您跟这儿呢？大爷，我伺候您吧。都会说话，谁都爱听这个。对呀、啊，把箱子递过去，搀着上了车。哦，哼，瞧您这意思，就是要出门吧？哦，啊，是我上火车站啊，是是，出趟远门。好，您这趟去了不得，是得大发财源。这吉祥话，走走走，咱们走。嗯，哎，多少钱呢？您怎么了，爷们儿？嗯，咱们还用说这个吗？啊，能伺候您是我的荣幸啊。呵，我脸上有光啊。真会说。您说钱干嘛呀？嗯，这时候一琢磨，啊，别跟他客气。哦，回到时候不定要多少钱了。怕这个。把话说到头里边。嗯，你别讲，你别讲，你说好了。嗯，到底多少钱？对，到时候麻烦。嗯，您瞧，你昨天也是啊，有一位跟您差不多。哦，这穿上打扮一瞧也像您有钱人。嗯，哎，就您旁边这门啊，是是，也是拉到车站。嗯，二话没说，给了1.5块。哦，这时候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了？这点道也就是2毛钱。嚯，这翻好几倍！他开出方子来了，嗯，要1.5块，是心说漫天要价就得还钱。嗯，赶紧到了车站，咱们再说。哦，你想的很好，可你闹不过他。是啊，哼，拉着这车，嗯，这一道上不住嘴的跟您聊天。哦，不想当面啊，大发财源。嗯，您这买卖翻着番的挣钱啊，好话啊，好，你快点，你快点，哎，对，光不说话，快点。是，得跟您说，嗯，你这不骂了。是，您看看这是牛，比他快多了。嗨，也不怎么样。往前走吧。啊，正走着呢，又打那儿来人，一不留神，咣撞上了，撞人了。撞人都是个学问。怎么？这位站起来这就急了，那怎么？您撞我啊！拉车子会说话，怎么说？先生，您别着急，您瞧这事闹的、啊，您一慌我一忙，这不就撞上了吗？对，你一慌我一忙才撞上的。哦，你要不慌，我可就不忙。他把这错给人，俩人的责任。嗯，还放心说，哥，你教训我，我抽你！啪，大巴掌过来了。嗯，他客气一鞠躬，别生气了。哎，躲开了，巴掌过去了。嗯，满脸堆笑，举拳难打笑脸人。就是啊，人家一劲客气啊。您怎么了？您跟我着急？我上有80老母，下有未等到的孩子。哦，您把我打伤了，全家人都得饿了。是是，您那忍心呢？您是善人呐。啊，两句好话下去，这时候就没辙了，没事了。不是你这人，你也不瞧着点这事闹的。嗯，我告诉你，也就是撞了我。哦，这撞别人也这样啊？对呀、啊，撞了我，下回注意了。哎，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嗯，打不走了，没事了。拉起车来，回头还得舔。怎么说？看见了吗？啊，这说实在就是没事儿。哦，真撞死打官司得我去。废话，你不是不是吗？可不是他去吗？到火车站没有汗也掏出手去来。哦，这手擦呀，假装。呵，您瞧，天儿不热呀？是。汗啊，意思就是你太胖了，累的，我累的啊、嗯。这时候一琢磨，一看表，差6分，哦，马上就开车了。哦，你跟他打架闹不过了，是啊，掏出2块钱，嗯嗯，不1.5块吗？啊，找钱，找5毛，接过这钱来乐了啊，瞧，这刚出来还没挣钱呢。这样吧，我给您换钱去，20分钟我就回来了。嚯、不要了，你都拿走吧，你都。哎，拿走吧，拿走吧。靠不起那光，拿走吧，拿走吧。嗯，多大能耐，这叫生，嗯，生药，巧舌如簧啊。行，有一点意思啊。他只热了，他也能养家糊口，也挣钱呢。拉车不光是体力活，也是脑力活，机灵面、眼力劲儿。有的人就不行，怎么？比如说于谦的大爷。我爸爸的哥哥，对，哦，他大爷今天要活着得96岁，怎么那么大岁？他们家哥们儿多，他爸爸行小，最小一个，行47，对啊，这哥们儿太多了吧？这个，俩年头家里没什么正经事儿干是吧？那生孩子玩啊？啊，没听说过，那90多了，是啊，老头当初就拉过车，哦，他也是老北京人，是老北京人，后来混不下去，到外地去谋生，哦，到外地一瞧也不行，又回来了。闹到外地回来之后，到北京找这个老朋友，嗯，找人帮忙，哦，啊，因为都是老北京的人嘛，所以他好说话，说得近啊。跟这朋友说，嗯，啊，刮我这个事你也刮我，你知道不？啊，这是老北京口风吗？这个老北京吗？老北京就这味儿啊？他主要出去时间太长了，哦，出去1个多月了。哎，我爸这口音改的还真快啊！是你大爷啊！啊，这嘿，我大爷，我大爷。这就算舞台事故了。
跟人说的意思就是自己打算干点什么。哦，这朋友看了他直说牙花子，是按说呀，咱们都是老北京人，嗯，我得管你。可如今呢，看您这穿上打扮啊，有车给你拉，给你整整出来。怎么？你看六月三伏穿着一头棉裤，棉裤英名是棉裤，棉货可不多，也就四两，12斤啊。厚棉裤，白天穿着，晚上脱下来顶门，这么硬呢？这棉裤，这棉裤打二楼下去，能把狗砸死。嚯、哦，穿俩电杆子似的。是啊，脚底这双大棉鞋8斤一只，全是棉花。哎呀，走道慢，知道吗？那还不慢？过去练轻功都穿这鞋。是啊，当沙袋那么穿。啊，你们这怎么弄这个啊？嗯，一琢磨那也得管他呀。是，领到车厂子，有朋友是干这个的。哦，认识人。一说。干什么？嗯，这个人啊，很了不起哦啊，他这个侄子是于谦，哎，若提我干嘛呀？若干年后就是中国相声演员了，也没听说过啊，能提我？这是他大爷，我当富贵、哎、啊。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吧。我姓于，我大爷会姓王，亲的呀。是，就是亲的才不应该姓王的。这个你这个脑子有问题。我脑子还有问题？这你别问了，你问清楚也是病，问心里也是病啊。我不问清楚了，这病更重，知道吗？你问这个，你先说，你大爷跟你爸爸是一回事啊？对，不是他那他也是亲哥俩呀。这个就算姓于吧，就算姓于吧。要算姓于啊？啊，说您家这事儿您管呢？啊，您是开洋车厂子啊？有车给人一辆让他拉去？是。这时候看看这身衣裳。这身衣服干嘛？藏不住。嗯，行啊。嗯，房上有辆车，你要愿意拉，你就弄走吧。房上有车，你琢磨那好车能上房吗？是啊，打上面拉下来一瞧，嚯，这车厢板也都散了。嚯，前面这车把剩一根儿啊，俩轱辘，一个有胶皮，一个没胶皮。得，雇辆车把这辆车拉回来了。好嘛，你大爷，我们收拾收拾吧。怎么拾掇？先把车厢板先定上。嗯，5分的板儿，对，买点钉子了啊，3分的、4分的都行，小裘皮钉，大爷买的啊，嗯，3寸5了，这么长，从底下往上钉，哦，露几个大尖儿跟这儿，冲上头，你都砸弯了他呀，那也拍扁了，拿块麻袋给盖上了，还藏起来了，自个儿看着挺痛快，行，这不就瞧不出来了吗？哎，对，光瞧不出来就行了，俩轱辘，一个有胶皮，一个没胶皮，就凑合吧，好凑合了，前面车把剩一根了，嗯。单挑虎不行啊，是啊，找根扁担捆在这边啊、哦、这是逼了扁担，前面横梁上来根文明棍，嘿，拉着车上大街了，真能凑合，人家都跟街上找座，嗯，他找一死胡同，死胡同，怕人看见啊，呵，搁着死胡同，抱着肩膀跟着蹲着，嗯，早晨6点出去了，下午2点都没拉上座，那是没人呢，按说这一天也没座，嗯，真就这倒霉催的，来人了，胡同里边门一开，出来一位，哦。嗯，正要找车，这儿就有。嗯，巧劲儿吗？洋车，嗯，洋车。哎，大爷抱着肩膀还热闹、啊。这个北京人家什么念过书？怎么了？叫什么名字都有啊？啊，还有叫洋车的。谁叫洋车呀、啊？就是啊，人家过来，哎，说你呢？嗯、啊，这才抬头，干什么呀？嗯、啊，那个，这怎么着？拉座不拉？拉呀、啊，拉座。那行了，拉我不拉你拉我。这叫怎么说话、啊、你说什么话这是、嗯、啊多少钱我上车站嗯你看着礼物哦你别你说好了你要多少钱40万这嚯、哦、穷疯了吧这你要疯了你40万啊你40万给我什么这条胡同是您的啊这本来也是我的哪不刚开了把钱给我这白费劲了这个别别废话啊真、嗯、废话那个给你1毛钱去吗嗯按说这大包里1块钱哦、一块、哎、1毛钱去吗嗯你大爷哪拉过这个嗯1毛就1毛吧啊行不用听是上车、哦、大爷真听话嗯迈步上
你瞧啊，嗯，一个有胶皮，一个没胶皮，啊，对，那可不是歪的吗？这事儿闹的，嗯，就歪着就歪着吧，嗯，走，咱们走，咱们走，哎，走。大爷先往车里抱大腿啊，干嘛抱大腿啊？太沉了，对，对，这棉裤箍的，一来这把，嗯，哎，这把是一个是阴阳把，嗯，两根前面一个后边一个，省得这车打天秤，哦，打天秤就省得翻过去，对对，车翻过去这叫打天秤，哦，所以说一前一后压着车把，这么着跑，对啊。来着这个，再来着这个，一使劲，怎么下来了？啊，扁担抽出来了，这不结实的这东西啊！是，我给你一个事吧。啊，你坐我这车，你是愿意坐呀、啊？怎么着？嗯、啊，不是，我不坐怎么办呢？你要这强子，你抱着扁担吧。啊，这位坐在后边啊，斜着身抱着扁担，什么模样这是？这一毛钱花的呀！哎呀，忒糟心了这个。走回来，咱们准备走不了。走啊，这手奶着、啊，嗯，这手没地儿搁，怎么办？黑着这个车过去底下啊，啊，走了，啊，走嘞，走嘞，给他蹦什么呀？千面子这是啊，是啊，走了20分钟，嗯，没出去2米，怎么？见高不见远，哎对，光往上蹦，哎呦，一边蹦一边还说呢，嗯、啊，你认便宜吧？怎么？坐我这个车你睡不着觉啊你？哎是，全颠弄醒了，能睡得着吗？嗯，跑起来吧。后边这主这气呀、啊，你说一毛钱我跟你今儿就磨了啊！我哪儿也不去了，是因为看这意思他不认道，不认识，拉着车可是北京城胡跑啊！这个心说一毛钱雇个驴都值了，是啊，拿他就当驴来吧，掏出手绢蒙着脸，我睡我的，你拉你的啊！睡觉了，看这意思我不喊停他能跑到死，嚯、啊！问问道，后边睡觉前面跑啊！大爷纳闷儿，嗯，他说他上车去，嗯。是车站，好还不认识？嗯，哪里是车站呢？嗯，跑吧，一直跑到晚上7点半。嚯、哦，北京城都快跑遍了。嗯，木有啊，心里着急。嗯，前面过马路有一个人。哦，你大爷看着他乐了。怎么？这个小子怎么上了马路？走道吗？这个方向给我是成那个。哦，郭老师，你这下去，我绝对撞上他。撞上了？我估计撞上他了，挺聪明。废话，十、九、八。倒计时呢，5、4、3、2、1，撞撞，真撞，躲开不就完了？这会儿说你俩更不行啊！大仗着人乐呀、啊！我说后面这个，我说呀，我准就撞上他。是你跑不了这个玩意儿，你知道吧？啊，就奔着撞去的。人家气的啊！呵，我你疯了你啊！你没瞧见我吗？啊，啊这是好话。对，你没瞧见我吗？是是，我没瞧见，对不起，给台阶儿就完了。哎，你没。瞧见吗？嗯，我瞧见能放那么准？哎呀，这肯定是瞧见了。我早就看见你了。哎，我早就看见你了。那还撞？哼，我抽你！哎，打不打他们？抡圆了打他。嗯，你看他拉车外行，行里打他内行。是啊，攥着一根车把，走。哦，举起来了。嗯，大呼，打手上了。大爷乐，你看看肿了不是？啊、你看看，幸亏了。这孙子尿着倒霉啊！嗯，正乐着打后边过来。踩着玻璃了，啪一大嘴巴！有一人，你大爷纳闷儿，嗯，你怎么回事你？啊，我撞了他，他打我，你凭什么打我？对，我怎么看你眼熟